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爱上厨房，我是 J-Lo。 今集呢教大家整一个暖胃的蛇羹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主要配料呢，鸡和蛇呢，我们需要啡一啡水先的。我们首先呢拍少姜下去先。我们首先咧喺街市买了一个好靓嘅水律石，我哋放落去。飞完水之后咧，开始要煲汤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切一嚿金华火腿落去。个汤咧，我哋煲咗三个钟啦。咁我哋依一刻咧，就攞啲鸡同埋蛇出嚟拆肉啦。好啦，这个怀旧蛇羹就已经完成了，大家记住怎样煮了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